盘子。你爸爸来说你还动啊，然后左转右转左转右转，那是马不懂，你不知道那马神嘛，对吗？懂吗？比如说他在一块的地方，你是用被害的话可能拉不走，但是我要用绳子牵的话，怎么走啊？怎么样？懂吗？哦，你会约束好他的一个方向，这里这里这里。所以他说，不拉的狗会高声的狗，你用被害的话只会让它更高声的。以我的经验来讲，所以有一般人上课的话，我尽量上课。还有加上食物区的狗啊，爱吃就好教了，很尴尬。之前还有一个客人来的，他说叫我来说，他问我说：“老板，你那个你在教柴犬吗？”我说：“有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下午带他过。”下午他带他过来的时候，